好，今日试点来继续看新闻。近日，在泸州市交警支队车管所里发生了一件奇事儿。为了方便学员驾照考试过关，驾校教练居然带着学员翻墙进入考试中心考场，用黄油漆在考场上画起了答案。4月27号上午，泸州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十栋考场工作人员发现，在科目二考场内，多项设施多出了不少平时没有的标志标线。这个特别是坡道起步，因为那个地方下面埋的全部是自感应的设备，这个油漆涂抹过，可能导致这个后面很多学员出现误判。发现异常后，泸州市车管所十栋考场方面当即决定终止科目二的几项场地考试，并迅速开展调查，调取考场的监控后，发现27号早晨7点左右有人翻墙进入考场。就看我现在这个人，我的监控设备已经配到，人已经进来了，6点54分。而且他们的前后都在量数据，都在量的嘛，还有拉线，有弹的没线，啥准备得很充分的。经调查核实，破坏考场设备的共有5人，其中2人为学员，2人为驾校教练，另还有一名学员的身份正在核实中。在车管所，记者见到正在接受调查的2名学员。教练喊我你把灯儿光都就补一下，这为什么？我就说，你认为你老师喊你画了些线，打了些点，那么你认为是拿来干啥子的？我不晓得。啥子都不要你就敢干哈？当时老师喊我干的噻，因为。经过调查，事实得到了确认。因为他们是在前一段时间到了我们这个考场。把我们整个考场的所有的这些数据先全部才亮起走了，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训练场反复进行测试了过后，得出了一些作弊的，比方说尺寸在哪些地方做记号，哪些地方打标记。泸州市车管所工作人员表示，目前科目二的考场设备受到破坏，已联系设备厂商前来维修。同时，对于这起扰乱考试纪律、破坏考场设备的事件，泸州市车管所已移交龙马潭公安分局进一步调查处理。